现在中午1点钟，店里现在就两个做头发的，没有什么人。店里的员工现在全部放假了，有的请假回去了，店里只剩下5个伙伴在上班。那过年呢，一条街冷冷清清的，很多商家都关门放假回去了。现在忙到现在10点钟下班了，现在写个通知，然后春节放假通知。卫生搞得挺干净的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二楼。我这个店铺是90个平方，一楼40个平方，二楼的话有50个平方左右，总共是投资50万这个店铺。这个楼梯上去就到了二楼，二楼的地刚刚也是下班了拖的，因为明天放假。二楼的这边有一个按摩房，这边也是洗头区。通知已经贴好了，已经是11点半，卫生全部搞干净了。现在我回去收东西，赶晚上凌晨3点半的广州南到武汉的高铁。今天是1月21号晚上11点，现在回家收东西，凌晨出发就可以回家，看见我媳妇儿给我宝宝了，非常的开心激动。衣服现在全部都收完了，现在叫了一个网约车，现在拉着我的行李箱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走不走车。年前最后一天营业已经结束了，朋友3个人一起坐这个网约车回去，网约车已经到了。现在车已经上了深圳沿江高速，马上就到了广州南高铁站了。广州的夜景还是挺美的。广州南，我们来了。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钟，我已经到了广州南站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。